咱身边所有的人，咱互相喝一个端午节快乐，好唔好？现在由咱伫遮咧庆祝过话，为什么庆祝过话？过话是因为大先有死，过是因为先有死亡。在法庭的前面，大家联手将一个无罪的甲判罪。在法庭上面，将一个无罪的判为有罪。什么人甲无罪判作有罪？谁把无罪的判为有罪？是一群有罪的人。是一群有罪的人。有罪的人将无罪的人判死。有罪的人将无罪的人判死刑。总是迄个无罪受定的，是伫界定的耶稣，竟然伫遐讲这一句话讲啊！总是在无罪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：耶稣伫受界定，对遐定义死的人讲：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罪，你不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由于咱是耶稣的学生。各位，我们是学耶稣的学生。在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你有真多时阵是冤枉。我们在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是被冤枉的。在你的一生的中间，有真多心内艰苦，因为你无辜受害。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是无辜的，是受害的。你会当亲像学亲像耶稣，咱的先生讲爸啊，赦免因所罪，你们可以学耶稣吗？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。基督徒的一个真要紧的是学耶稣过日子，一步过一步。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是学耶稣的脚步。到下晡三点，耶稣就顶的是伫界顶的耶稣伫遐喊话讲：“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伫你的手。”下午三点，耶稣断气，他说：“父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”当一个人面对死，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。伊伫咧画一个对象爸啊，他在喊个对象说：“父啊，我要死了，我的灵魂要交托你。”要死了，我们要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。有一日，你甲我咱拢爱面对这个时间。有一天，我们要面对这个时刻。真侪外面社会人真惊死。很多外面的人很怕死亡。因为因死了，因知因的灵魂要对对去。因为他们死亡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。耶稣真清楚，伊死了，伊灵魂要对对去。耶稣很清楚他的灵魂到往哪里去，天顶的老爸那去，天上的父亲那里去。因为你我咱有一个灵魂，你的灵魂将来要去倒位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？咱做耶稣基督学生，就是对伊的脚步做这个交代。我们当耶稣的学生，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，来做交代。复活一个真要紧的，就是死啦。复活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死亡。总是活在死里啊。总是没有就死在那边。那个死人不是怎，不是一个结束。那个死亡不是一个终局，也不是结束。天使就伫死亡的地底下宣告一项。天使在墓里宣告一件事情。你为什么伫死人中伫咧找活人？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已经对死过活了。他已经从死亡中复活了。耶稣不在家。耶稣不在。耶稣所对耶稣大耶稣的迄个墓是空的，埋耶稣的坟墓是空的。因为真侪真侪拜拜的人，因真骄傲，讲因为遐大师的舍利子死的骨头。很多拜拜的人都说，他们舍利子那是他们复活的家。无，伊无复活。他们没有复活。死里遐，他们就死在那里。有迄个舍利子就是表示死里遐无骨起来了。有舍利子就是表示死在那里没起来。耶稣无舍利子，耶稣无舍利子。耶稣无心思，耶稣没尸体。耶稣无骨头，耶稣没骨头。因为上帝已经让伊对死的话，因为上帝已经让他从死而复活。相信的死人中找活人啊！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？伊无伫遮，伊复活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死啊，你的关系伫倒落？死亡啊，你的圣地在哪里？死啊！你的毒膏在倒落？死亡啊！你的毒刺在哪里？因为当圣经在咧写这时，你会当感受到迄个死人在咧
死啊！你的太阳在倒落。等在读这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作者在说死亡到底在哪里？由于当一个对死搁活的人起来一个笑傲死亡，从一个死人复活的人来起来笑傲死亡。真侪人真惊迄个真恐怖的死，伊都有机会伫遐咧笑傲死亡。一个很多人都害怕的死亡，但是基督徒却在笑傲死亡。昨昏咱伫这个所在举行一个告别式。昨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告别式。伫这个告别式的中间，侪侪人伫遮咧欢喜笑。在告别式当中，很多人喜极而泣。昨昏咱伫墓地，真侪人伫墓地，当遐伫咧欢喜笑。昨天在墓地也有很多人在欢喜欢。因为咱已经看透死亡。因为我们已经看透死亡，因为咱已经超过死亡，超越死亡。因为我们超越这个死亡。基督徒会当回头倒转来讲，死啊，你的太阳在倒落。基督徒能够回头说，死亡啊，你在哪里？我挑战你。我们打破了人类的死对死的恐慌跟禁忌。我们打破了对死亡的恐慌与禁忌。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。伊予咱接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到有剩啦，得胜。那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死是失败，死是失败。复活是得胜，复活是得胜。绝望是失败，绝望是失败。换一个新的人生，搁继续跑走，是一个得胜的机会。像一个新的人生在继续奔跑，是一个新的。耶稣对死搁话，耶稣从死而复活。伊的学生嘛要第四个话，他的学生也要从死而复活。因为伫你的人生到即久，可能你嘛一摆过一摆的经验着，我死啊，我的。我们每个人人生都一定会经历过，哎呀，糟糕，我死亡了。我已经总是今仔日你还搁伫遮，总是今天我们还在这里。因为这个毋是上帝机者。各位，这是神的奇迹吗？最上人生上大的机者。人生最大的奇迹，就是你的四年还够哪来哪好哪来哪。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积极。这世间有不如意的事，逐日咧包围你，但是你无可能拍倒落去。这个世间有很多不如意的事，但是你没有被打倒。在你的人生的中间有太侪惊吓，但是你还够抱着信心，勇敢向前行，这敢不是真大的事？人生有很多的挫折，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勇敢。勇敢向前行的信心，流着眼泪，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带着微笑，勇敢向前行，勇敢向前行。这基督徒真坦然的人生观，这是我们很坦然的人生观。因为咱的上帝已经和死的耶稣对死过话，因为我们的神已经被死的耶稣从死而复活。基督徒为什么咱相信耶稣对死搁活这样说是真的呢？为什么基督徒相信耶稣从死而复活呢？因为天使底下宣告。因为天使宣告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搁活了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因为附近人去到墓地要看耶稣，要甲耶稣的信息啊抹油，竟然迄个墓是空的。哥夫人跑到坟墓里要为耶稣抹油，但是那个坟墓是空的。因为在那个墓地，罗马政府真惊，因为耶稣早就有言讲，三天伊要复活。罗马政府为着这样代志，派偌侪兵丁封锁迄个周围。耶稣基督早就预言，他要死而复活，所以罗马政府非常的害怕，他已经派了很多军兵在那个墓地在守卫。我前几天我去天安门。前几天他去天安门。有人一直给他警告，你不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去。有人一直警告牧师，你不可以去。因为暗时警卫足多，查了真严。因为晚上警卫很多，一定查得很严格。那个人透早过来见我的时候，要带我去，我讲唔免，我已经拢死了。那个人要来带领他的时候，他说不用，我都去过了。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广场、毛主席，这我拢死了去。人民大会堂、毛主席，什么话跟他说的？真侪卫兵，真侪警察在遐。很多卫兵，很多警察都在那边。是安怎？因有遐侪，因的恐惊有人在遐造谣生事。
因为怕很多人会在那边造谣生事。罗马教会迄个时阵派少侪卫兵，因为耶稣造谣预言，三天又过完。罗马政府派那么多卫兵，因为耶稣早就预言他要死了。城市遐侪卫兵在固守，竟然遐空阁是空的。为什么那么多卫兵在固守，那个坟墓还是空的？耶稣过完，有太侪人看过伊。耶稣复活，有太多人看见他。因为现在咱相信耶稣真正有对死过活。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？一个一个所有看过耶稣的人，因的性命拢改变。每一个人遇见耶稣的生命都改变。一个一个看过耶稣比死过活的人，因尽因性命上大的人，要去传这个消息。每一个人看见耶稣死而复活的人，他们都尽他们的力量去传。无论是宗教界的大祭司，应该抓伊讲，你袂使讲。无论是大祭司，把他们抓去说，你们不可以说。罗马政府的官员嘛，甲伊抓伊讲，你袂使讲耶稣对死过活造成人民的恐慌。罗马政府说，你们不可以说，会造成人民的恐慌。我们第一世纪的人，人口受瘟、受台、受死，伊来不过见证，真正我有看耶稣死过活。第四季的人，他们虽然被警告、被杀，但是他们都不怕，他还是要说耶稣从死而复活。到今仔日耶稣两千年啦，这个死过活的耶稣也搁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步。两千年后的今天，耶稣死而复活，还是继续在影响世界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十到第八十节讲，一百种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八节，他说他埋葬了。在第三天复活。在第三天死而复活。因彼得显现。要向彼得显现。十二使徒显现。又向十二个使徒显现。跟五百几个人先显现。向五百多个人显现。最要紧的一句话讲，这些人到今麦也不活的，真侪。重要的一句话说，这些人现在还活着。虽然后来让雅各看见。后来又向雅各显现，后来又让保罗看见，也让保罗看见。因为保罗是迫害基督徒的人，各位，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人，竟然迫害基督徒的，后来变作为耶稣基督死，竟然逼迫基督徒的，后来为耶稣死，经验死过活，人生贵的一百八十度改变，经验死而复活，人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因为。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。各位，这是基督徒的盼望。这是基督徒的信仰，跟其他宗教的信仰大大不同的所在。这是基督徒的信仰，与其他宗教信仰很大不同。所有遇到耶稣对死过活的人，因开始将一切恩典归乎上帝。所以遇到耶稣死而复活的人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因更加重视自己生命在上帝手中的宝贝。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生命在神手中。因为今天你要选择死，还是要选择活？各位，我们要选择死亡，还是复活？真侪人的宗教是咧，伫咧死，伫咧惊死。咱是咧努力，咱伫咧要通过耶稣基督，咱要过一个对死搁活的人生。很多其他宗教、其他人都很害怕死，避免死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，我们是勇敢面对死亡，然后我们有盼望要复活。今天咱。今仔日这个日子，讲咱讲叫做礼拜日。今天日子我们叫做礼拜日。现在是礼拜日。为什么叫礼拜日？真侪台湾2,300万人拢伫咧过这个礼拜日，但是伊唔知为虾米礼拜日。很多2,300万同胞都在过礼拜日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叫礼拜日。礼拜就是这个日子，拢休困伫咧礼拜上帝的日子。礼拜日就是这个日子要休息，都在敬拜神。真侪人在这个时间休困，是咧佚佗，伫当厝里咧困。很多人这个时间都在玩，都在家里。礼拜日是原本这个时间是人若伫咧古早时代，若伫咧礼拜上帝是伫七日的最后一日。以前人都是守安息日，就是七天的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，因为。七天的最后一日，后来变成七日的第一日。七天的最后一天，后来变成七日的。一礼拜有七日，你要对哪一天开始算？一个礼拜有七天，你要从哪一天开始算起？就读到基督徒七日的第一日。
礼拜天。只有基督徒七天的第一天是礼拜天。是安怎样？这个礼拜日七日的第一日，因为耶稣的七日第一日过啊。为什么在礼拜日？因为耶稣在礼拜日死而复活。人的生命改变。人的生命改变。世界 calendar 的算法改变。世界的 calendar 算法改变。那假使耶稣是一个四转无去无望，如果耶稣还要有这个转变的来，如果耶稣没有死而复活，哪有那种转化能力？因为咱的主今麦也搁活着，各位，我们的主现在还活着。你的信仰有可能通过这个信仰，然后你的信仰开始在那颠荡吗？你的生命可以因为这个信仰开始转变。搁活是一个得胜的记号，复活是一个得胜的记号。搁活宣告耶稣基督真正是上帝的手已经搁活了，搁活是上帝的名。宣告耶稣基督真的是死而复活了。搁活已经伫咧，搁一摆证明，这个历史的主宰是上帝，唔是罪人的手。复活又一次证明，这个历史的主宰是在神的手中。搁活伫咧证明，真理甲疼人总必得胜。复活又证明，真理与疼爱，爱总必得胜。搁活嘛伫咧证明，有当时啊，恶歹暂时会较赢。复活的证明。有时候会暂时停一点，但是依靠上帝的人最后要得到最后的胜利。但是依靠神的人最后会得胜。你只要你是义人，只要你是义人，义人不是达行拢好的完全人，义人不是完全人，义人就是你跟上帝关系维持得真水的人。义人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维持得非常美好。你唔免想讲我真做基督徒，我都要真圣了。我们不要想我们基督徒是完全是圣的。因为请你的阿母的生活，伫爸仔家庭生活，千万绝对禁止讲一句话。我们在夫妻家庭中的生活，绝对禁止说一句话。你做执事啊，你太……你当执事的，你怎么可以？你已经是长老，你太会使安怎？已经是长老了，你怎么可以那样呢？你是生活的指挥，你太会使安怎？你是牧师，你怎么可以那样呢？这些话都要禁止，不可说。因为咱虽然已经是信主洗礼，但是咱还阁是罪人。我们虽然是信主受洗，但我们还是罪人。那个水虽是上帝阁继续疼痛罪人。那个美是因为神继续爱罪人。够啊！在这个国外的信息的中间，就是讲，咱虽然是罪人，但是咱不断生命也不断在成长。我们虽然是罪人，但是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。成长的生命也不是在罪的中间。成长的生命还是在罪中。但是成长的生命有自己的哪来哪有意义，哪来哪有快乐。但是成长的生命会使自己越来越有。你敢信靠上帝吗？你敢信靠什么？你若敢信靠上帝，上帝敢为着你的性命负责任。你若敢信靠神，神就为你生命负责任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基督已经复活。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来，咱来给咱身边的人按一个手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握手一下，说哈利路亚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那他说是安尼，你若唔能够继续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就不要活在绝望当中。这个复活的信仰已经变成你的信仰。这个复活的信仰已经变成我们的信仰。虽然咱的身边有真多死亡的威胁，虽然身边有很多死亡的威胁，但是你会当笑傲死亡。但是我们可以笑傲死亡。你会当坦然面对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一个新的生命。基督在你里面，基督在你里面，上帝疼你，神爱你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表明我疼你到底。神借着耶稣基督表明他爱你。无任何物件会当隔离你甲我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神跟你。表示包括现在你也搁伫罪中间，上帝嘛无去疼你。包括我们在罪中，神仍然爱你。但是伊要一个护照，另一个护照。但是他不护照。你若劳苦背重担的，当来就救我。我那劳苦背重担的，可以来接近我。我要让你得安息。我要让你得安息。要死的灵魂来就救我。要死的灵魂来接近我。恐慌的人生啊，请你来就救我。害怕彷徨。
接近我。佮活的主耶稣要互你得到新的活命。我的主耶稣要让你得新的生命。因为伫即个绝望的世代，咱真正需要这个对我的信仰。各位在绝望生命当中，你们真的需要这个信仰。佮另外一项是即个国话带来的新型的上帝佮罪人新的关系。另外一件复活带来一个新的关系，是我们神跟我们之间新的关系。国话和咱佮上帝重新建立白净的关系。复活让我们跟神重新建立父子的关系。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关系建立。对，这是一个新关系的建立。你的信仰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你的生命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够可怜，虽然真侪人陷害你、误会你，但是你还阁决意，无论什么代志发生，袂当介意我甲你的疼痛。如果很多人都误会你、也陷害你，但是你仍然有勇气说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隔阻神对我的爱。上帝听我。神爱我。我嘛听你，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，咱两个看法主张的神不同款。我们两个看法的主张可以不一样。但是咱两个在上帝面前的关系永远是亲密。但是我们的关系永远是亲密。无有什么物件会当隔离你甲我的关系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隔离我们之间。这是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对你。这是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对你。所要传达真要紧的。我要传达很重要的真理。已经对四个娃跟你建立新的关系。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与你建立新的关系。哪去啊？去吧。去吧。去传扬这个国外的信息。去传扬复活的信息。去活出这个国外的新使命。去活出这个复活的新生命。来，咱把这个新使命、大使命，咱来把这个话题来。所以，我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。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。记住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当然，咱要来守主的圣餐。等一下，我们守圣餐。我要邀请所有的人。我要邀请所有的人。你若欢喜领受今仔日。这个信息，你如果很高兴，你受今天的讯息，成做一个敬爱耶稣的学生，成为一个敬爱耶稣的学生。耶稣伊对死搁活，伊完全伫咧展现一个疼甲牺牲。耶稣从死而复活，是完全在显明他的爱。伊的生命不是为着家己存在，是为着世间人存在。他的生命不是为他自己存在，是为我们世界的。伊的性命伫咧要救救予拆离分离万分的人，然后当变作三条。他的生命是为了要使分离的人再复合，变相爱的。伊的性命伫咧要救，因为予世间人因为伊得到福气。他的生命是要让世界人得到福气。予人因为挂得到福气。予人类因为他得到福气。予人因为。伊甲真理更加亲密，人因为他的与真理更加亲密，予人因为伊更加欢喜去实践听的真理，让人因为他让人愿意去实践爱的真理。你若欢喜跟对这个脚步，成做一个铁人使者，你若愿意跟随他的脚步，成为一个使者，你伫你的心灵内面已经变做一个。心灵的基督徒，你在你的心灵里面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我们邀请你，你来去三个部分来提这个饼，这个饼也表示耶稣的身躯，伊就咱包括伊的听力啊。所以我邀请你一起来守圣餐。这个杯表示耶稣为着咱流血。你们可以喝这个杯，为连纪念耶稣为你流血。就是讲主啊，耶稣啊，我欢喜做你的学生。对你的脚步行，这是表示主啊，我高兴愿意当你的学生，跟着你的脚步行。我活在台湾这个土地，我活在台湾这块土地。台湾就是我母亲的地，台湾是我母亲的地。我不是干那要对伊摕到利益就做我走。我不是要得利益而已就跑开。我踮伫遮食遮的
米面遮个水，然后我欢喜为着伊来牺牲，要让这块土地的居民搁较幸福。我住在台湾，我不是要得利益，我要牺牲，我要使这块土地。用耶稣的精神，予这块土地的人因我得到福气。用耶稣的精神，让这块土地的人更福气。我想你若欢喜，照安尼，你会当来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圣餐。如果你高兴，可以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圣餐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真正感谢你，真的感谢你。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无闪避十字架的苦痛，你没有闪避十字架的苦痛。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欢喜提起这个苦杯饮下去，你高兴拿起这个苦杯喝下去。你受钉的十字架顶，受钉十字架，也搁在十字架顶讲杯啊下面呢，还在十字架上说。因为因所做因不知，我嘛伫遮反省有偌侪父母。我也在这里反省很多的父母。因一日伫因的人生的中间，实在为了家庭、为了家庭付出足侪。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，在人生当中付出了很多。但是因的家庭并不了解。但是他们的人并不了解。家庭还佫对许多人真大的挑难。而你还对父母很多的挑难。上帝啊，我感谢。神啊，我感谢。这世间会一直进步。这个世界会一直进步。只要看见真侪人。这里有看到很多人。有迄款的不变的疼。有那种不变的爱。就是予人无理解。就是让人家不理解的。伊还佫流着目屎，伫咧继续。他还是流着眼泪继续爱。伊还佫流着目屎，伫咧继续付出。他还是流着眼泪继续付出。直到有一日。直到有一天。罪人悔改，罪人悔改，认罪，认罪，转转身，转身，然后讲赦免我，因为我所做的实在是愚妄。然后说赦免，因为我所做的实在是愚妄。听到我会改变一个新的生命，爱会改变人的生命。听到呼吁的呼吁，一个堕落的生命重新搁爬起来。爱允许堕落的生命。我感谢主耶稣，是你给成做一代又一代，直的呼应。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呼应。自私的人到尾变成为着别人来活。自私的人后来变成为别人。我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。我幸福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让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自私的人，不是自私的人，是欢喜付出的人，高兴付出的人。我的性命，让我们的生命，成做有意义，成为有意义，有贡献，有贡献。我那里祈祷感谢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